最高音是哪里啊？现在白鹿是要唱歌对不对？嗯。啦啦，这个歌最高音在。啦啦哆，最高音哆。最高音哆，最高音哆。哆哈，那他就用西调给他唱，勉强就是这个还是低了一点，因为主要是给你们看了，你们看着呢。然后我间奏的时候，就前奏的时候大概四小节给他，然后他这样。右手这样会比较好听。Thank you.